今天重点是什么？今天重点是这个叫什么？ Gaston Luga。Gaston Luga。Gaston Luga 的包包 from Sweden。那他们就是请我分享。I'm jealous。然后送这个给我。毕竟我身为一个资深的那个慢跑员呢，那你走来，那是我，那是我，你不要抢我。我身为一个 Nike 的 Pacer， 那是我的，就是非常需要这种机能性的包包。然后呢，他们是全球直送，那你可以去他们网站看，有很多付款方式跟订购方式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包包吧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快点拆，快点拆，好期待哦！好，拆开里面是这样子。哦，有张啊、哦，有附送的平板，哦、是他们公关写的。他好像送了一个小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小的皮夹给我。哇，很可爱，完美首饰。很好哎，卡片夹哎，你出去玩的时候就带钞票，然后又有卡，就可以出门。蛮美的，真的很美。然后上面有他们的印花、印压纹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好好看、哦，六件的。然后它是用这个包，防尘袋，防尘袋，这蛮可爱的。这好像他们现在消费会送。然后我看看这个包包，就是一个很适合就是像我这种运动女孩用的，或是逛街，逛街穿搭的时候会很好看。这个皮的味道，这整个人 会很有质感起来耶。我觉得你有点太刻意。不是，真的真的，那是因为你，因为我太质感了，就很适合我这样的人。你只是想要吧？对，我好想要哦。然后它可以这样子，好好看哦，很可爱。现在很流行。这个放得下 Mac 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怎么。哦，它是扣，它是13寸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它是这样子。这是他们的经典款的橄榄绿加咖啡色配色。它空间蛮大的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这个，这叫什么内夹层？内衬啊，不是内衬。内夹层，然后内夹层旁边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放手机什么的。这种我最喜欢，我超喜欢有内夹层。然后它上面是可以这样拉的，它上面是这种拉的。束口袋。束口袋做的蛮有质感。好香哦！真的很香哎、欸。然后它前面的是做拉链式的，那可以再戴起来是不是？很漂亮的包包哎、欸，而且这拉链很好拉哎、欸，因为我最怕那种烂拉链，你都会卡住的。你要不要拉拉看？是好拉链，超好，它是有上蜡吧？没有，这就是好的拉链。毕竟这个包包也不便宜，是。然后可是呢，它官网上是写男包跟女包。大家记住，包包就是包包。我背上去不会突然变男生，好吗？哎，你也是生理男啊，你在讲什么啦？反正就是大家就选自己的造型跟颜色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它的标签女包里面呢有很好看的粉红色，但是请选自己喜欢的包包，不要管它是分类，对。但因为包包本来分类就比较少了，所以你就让它分类一下嘛。我觉得它就可以就是分颜色就好了，是吗？哦，或是分款式。对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系列什么系列？难道女生就要背比较小的包包吗？之类的。嗯。哦，然后它下面有这个，有帮它做一个角，可以放着。但这好像比较没有差，因为它这个角比较小。所以其实应该还是会接触到地面，一定是会接触到地面。对，但它这个就是帆布啦，应该是你要洗，应该也蛮好清洗。这种应该不用洗，就是可能要弄到有点旧旧，又是另外一种风格。后面有这个小的夹层，这样子可以方便拿东西。然后这种帆布包，它用很久之后，我都会自己拿亚克力颜料去涂。我就知道，但是要用很久啦，毕竟。大概两年之后，等它开始破烂之后，对啊，感谢他们的包包，然后让我来试背一下，还是你来试背一下？好，你这样子 Nike 会骂你吗？不会啊，这个不是运动品牌，这不是运动品牌。对，有请我们的那个
乡里，还是适合我吧？是不是很轻？好像没有东西一样。对啊，对，没有，因为真的没东西。是不是很适合我？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很厉害、欸。对啊，那是你摸，是很高级的那个怎么连包装？等下我把它拉长一点。但它对我来讲，对我来讲就是有点偏太小，就是我用因为你东西很多，对，我就砸我很多人。可是它就是很适合，就是下午，比如说你要去咖啡店，就是去看个书，或者是带给他笔电，然后就是这样轻巧的去个东区啊，去个哪里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要把我的 Switch 装进去。然后你要把什么？然后呢？然后对啊，你装 Switch， 装皮夹，装口罩，钥匙，然后随身电源，刚刚好。我们来把 Switch 放进去。好的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玩动物之森呐、啊。动物之森。哎，我把这个拉开。没问题。然后可以再放两个腰杆。你腰杆？可以再放另外一个腰杆。刚刚好呢。很轻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去一些现在大家很喜欢登山，就是那种郊山。很轻松的背，就是去拍完美照，走步道吧。对，走步道，然后拍完美照也超适合，就是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摸你屁股啊？请摸包包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以上就是我们 Gaston Luga 的包包，感谢他们。那有兴趣的，我也要一个。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用我的折扣码，我的折扣码是非凡 F E I F A I， 我会放在下面的讯息栏。几折？85折哦。OK， 请用非凡的折扣买1000块省150，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，老娘也是有扣的好不好？扣的，是有扣的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了，我要去玩。哎、欸，没有了，我要去。哎、欸，你看，等，这超可爱的哦，它有一个瑞典的小标签的那个 flag， 他们的国旗，这个 tag 好可爱、哦，可爱，要这样看，对，这样吧，太可爱了。好像完全没关系，就是一个小惊喜的感觉。对，这个细节很棒。嗯，不错。改天你背出去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好，反正我到时候会再 po 一些美照给大家看，不会是素颜，但是 anyway， 这样子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赶快去用我的折扣码买包包。你 po 出来大家才会记得啦，算了，大家也记得你的名字怎么拼。反正我会写在下面了。好，然后我觉得粉红色那个很漂亮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喽。如果你要找帆布背包的话，欢迎参考 Gaston Luga。